拉我？没有，不是，我们都还很年轻，只是你刚刚好蹦出来的时候，哇，黑啊，还比较年轻一点点、啊。要不然那个年龄越大，生孩子越贵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是越南啊，越南啊，对。不过我们跟他很奇怪的，他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。怎么样？我们跟他有人50岁还可以生孩子。是哦。所以哇，光上，所以不用紧了，我们歌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是的，我们期待我们的莺莺50岁生多一个，掌声鼓励。不要吓我！我都说不要站这里了。我50岁还生一个，我就我阿老婆卡无力，手无力，呀，腿是无力都抱起阿笑。哎，阿你大只免抱的，他躺住就好了呀。就很累嘞，想到雇一个 baby， 又从小雇到大，现在他自己会吃、会走、会跑、既会冲凉、既会讲话，以前什么都不会，我不要再回去了。啊，这个是我们要经历过的事情啊，所以你们现在开始，而且开始什么？我都还没有结婚，这个是什么动作？啊，不用结的，求而已，不用结也可以，不用结也可以吗？对对对，为什么？我都没有结婚，我这哦，我回避了，不用结的，不用结，哦，不用结嘞，啊，我要拿他的红包嘞。我很怕嘞，你们每个要买酒，我很紧张嘞，爱搞狼情嘞，很紧张。下来我之后应该没有了，全部都该结的都结了。有啦，还有很多，20几岁还有一批你们，哦、全部是那个王林的徒弟，开始慢慢一个个结婚的。是，他们最近刚刚在庆祝21岁生日。对啊，21耶呀。对对。他们刚刚21岁生日，所以很快又要包红包的时间。对啊，所以你们两个也在一起5年了啦。5年了。也是年龄到了啦，所以就要结婚。他年龄到了，到了什么年龄结婚？啊？什么叫到年龄？他比我老啊。哎呀，他头发比你白是哎呦。比我老啊？应该是比你老。要找这种，那个你没有看我们的姐姐们哦，有时候他们会跟你讲啊，你要找老公的话，要找比较年纪大一点点的，比较会照顾人啊。啊，那是你自己讲。啊，可是比较会有礼让精神啊，我还会做家务。哦，刚才讲了吗？对不对？对的 ，OK 啦。这个我不是跟他很熟啦，但是希望我们琪琪就是幸福啦。哦，你跟他不熟啊？你跟他熟啦，我第一次见他嘞。改天我带他去你家帮你抓鸡蛋。没有，我为什么要去他家？不是，你会做家务是不是？会，我家很多家务可以帮我做。我就是怕，我也是不做家务的。小翔，很难的。我妈妈每天来就，哎呦，怎么这么乱？哎呦，这个不，你妈妈啊，她在我家里也是那个吃你苏北饭的。所以你妈妈应该很开心啦。啊，妈妈开心开心。对呀，因为我跟她妈妈比较熟，我跟她没有这样子。妈妈开心。他在最近在谈聘金，哎，多少？没有，还不知道。八，要谈判。八是什么来的？8万8千8。啊！哇，那个是我整部家产了。卖真的是卖人啊，卖人头。啊，差不多啦。不可以啦。不可以。不可以啊！这样多少？我要去卖掉一个东西了。卖肾啊！一个东西。不可以啊，太少了。叫女儿嘞，养了这么多年，你看。你的有多少聘金？我没有，我的女儿的聘金啊。那你要多少？我的女儿就够你了，她那个很难的。还小。我女儿有钱了以后。哦。不是我有女儿，我女儿有钱了呗。你有阿公老婆你耶？不是我老婆伊。你阿爸无很老婆你，直接 skip。啊，对。去给你的女儿。没有，在家里没有地位哦，就那个小的比我有地位，是这样子的。等以后你就懂了。好，我以后就懂了，不要笑这样大声 ，OK？ 不是，如果你真的结婚了，不小心怀孕了，结婚了就不是不小心了，结婚了就可以了。就是有孩子了，就是日子还很长。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啦！每次恐吓他们，不要跟他聊天呀。真的，但是不会很辛苦啦，比较累而已，因为你差不多就是可能要一个10年啊，不止10年了，要等他上中学，大概就是一个十五年，十五年啊，没有教好睡，
啊，对，15年没有叫好睡啊，没有，对对对，就是你一直会睡不饱的过程期。15年呢？啊，我现在每天，嗯，啊，每天放工了回家，可能我们唱歌台，回到家1-2点，是我早上7点要起来送孩子去学校。哇哇，所以还要送几年，你懂吗？你可以叫他自己听啊，就是还不可以。我也是很想叫他自己去。妈妈是最伟大的啊，小朋友听到没有？真的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大概有一个15年呐，啊，没有了睡吧。真的，你这样子讲啊，我怕了，对不对？我还是不要接不了。你要去哪里？都想跟他聊天了。好可怕，好可怕。你几岁嘞？因为你教我嘞。不要聊天了。不要紧张啦，娶到一个老婆很难的嘞，又要求婚啦，等下又要聘金啦，等下又要白酒啦，等下儿子出来了又要奔波啦，奶粉啦，洗脸难啦，不要结婚了。总之人生走到这个阶段，我们就去体会必经，去感受它，嗯，好不好？好好经营你的婚姻，好，对不对？尽量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。你我以后会做心理咨询师，帮你们咨询一下。他是辅导怎么样做那个单亲妈妈的。你不要吓他。好了，放过你了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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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谢谢你们。